少来摸鱼，你能不能上点心啊？点心？什么点心？赶紧选餐厅。一个月前请周总吃饭的报销流程还没做完呢。报销很复杂的，等这次吃完了一起报。那吃什么？随便点就行了。那吃泡面。那么低档，周总什么身份呢？那吃火锅。大夏天的，吃火锅也太上火了吧？那吃什么？随便点就行了。吃量。你钱多啊？你报销不是还没下来吗？吃泡面，快快跑！好。咦！哎，周总一块一个会员费，这是咋办呢？不错。办事很有效率，要是报销流程也这么简单有效率就好喽。哎，马上去，这是高手。周总不会玩骰子，你要是能把他哄开心了，给你下工资。这个要怎么叫？很简单的，周总，你随便叫个数，能骗过别人就行。哦，三个八。周总，你刚开始学，我建议你先叫手上有的。我试一下。领导，我给你们喊上了。五个九。周总，到你了。这有点难数啊。这有什么难数的？都说了有点难数，你又不信。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分毫。我让你准备西瓜，你准备迷你的，这朵它能够吃啊。我不要迷你的，我要大西瓜。你有认不出来这冬瓜呀？这就是冬瓜牌西瓜呀。周总马上就好了。哦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生气给魔鬼留余地。周总吃火锅要蘸麻酱，你这麻酱能吃啊？我说的是芝麻酱哈，你是不是还得现捣芝麻？嗯，这是芝麻？你也太没常识了吧！那这才是芝麻。八姐，八姐。心疼不快这是不是每天苦等接水的你？快去赶紧入手一台云米1.8升级的水吧，告别每天反复接水。你开会也不行，后面还有这么多人呢，我还想找你一下呢。那么麻烦的，我是你领导，你当然得先让我呀。但是我也可怜的长得已经冒烟了。行，我跟你说，他说你呀，我是要当兵穿小鞋。你别看你长得漂亮，不消人。云米水吧，不用排队，伸手可得。泡红茶的水很讲究的，水温必须是80度。哦，哎呀，别了。一会儿开会的时候醒目一点，周总喜欢喝45度温水，要是没水要抓紧时间续上。
你这做什么狗屁方案？一天到晚就知道拍马屁，烦死你了！鱼米水吧，水温任调，随时续杯。不好意思啊，周总，下午停电了。嗯。这么热的天，你把周总冰棍吃，怎么给周总降温呢？我们今天吃披萨，领导，你订的是两个披萨吗？我点的是九寸的披萨，服务员说没有九寸的，然后他给了我两个五寸的披萨，但是的话呢，价格按九寸来算呢，5+5=10嘛，你免费送我一寸披萨呀，领导，你被坑了。君君，猜一下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不念点吗？不对，长得像个顿号，难道读像个顿号？那念什么？别急嘛，你们再猜一下。这字长得有点像歪了的毛，难道是毛？你们要是能猜出来啊，我直播倒立唱歌。哦，我想到了，这个字念。主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八戒，八戒，心肠不坏。